你说来车完了可以过来了，是你对你是开车，我的生日很好，生日快乐哦！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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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掌声快乐！不好意思哎，他是山西发财之路，很简单，你破费了，还发财之路，你看我是啊。你说至少会发财。那么来了，我来说你是可以吃的内裤，只有吃的是什么的。所以是准备啃脑袋一轮大大轮的。你要讲要洗碗，回去你了，回去你了。你要讲要洗碗，你说对了。有两个，要吃多一点内裤，知道吗？下次就可以到你，没办法了。